干啥搞的事？烧耳朵叫吃。这几十年一直在做手艺，反正搞建设也在做，搞建设就是我叫他背的起，十个箱子的修。一般，大伙叫打好了，一般管得久，一般有样式，正规发行，拆装了，模式发行是都是外地。 只管当时还好好儿，在纽崔那些，我这个打了过后，管3个多月、4个月都顺都有样式的，还是坚持做我的手艺。我这个手艺一般来说还算是可以的。还有啊，还有不咯？诚心的。 管3个多月不打发酵不打模式，第3个算是要打工的，第4个算下班。打货架是多少多少？这就翻包裹了。